各位同工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透早啊，三个组织来敬拜上帝，请抒情奏乐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，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。各位同工，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来唱圣诗255首，圣诗255首，我有保护者在身边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请咱三个来祈祷。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父上帝，清晨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因为你的名是至高，配得万民颂赞与尊崇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满有恩惠慈爱的天父，你赏赐喂养供应我们生命所需的一切，并且耐心等候我们回转归向你。我们属你的百姓愿意谦卑来到你面前，承认我们常有意念、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上的过犯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恳求慈悲怜悯的主赦免我们的罪，
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，叫我们与神和好，使我们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而领受所应许的圣灵，像灵魂的锚，又稳当又牢靠，使我们得以进入你的至圣所。大水泛滥之时，你仍然坐着为王，你是耶和华沙龙赐平安的神，你是耶和华沙法必医治我们的神。恳求上主护佑保守张基医疗体系全体同工，以及我们所照护的病人脱离一切毒病的威胁。我们出我们入，愿耶和华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。在此敬拜亲近你的时刻，恳求圣灵全然拥有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赐给我们能听的耳，除去我们心中悖逆怀疑与不信，并且拦阻我们亲近你的坚固营垒，帮助我们的灵能够引导自己的魂与身体，能够领受你的真理与应许，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。恳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，透过真理的话语，我们真诚的赞美以及祷告，触动我们的心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使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，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明白你美善可纯全的旨意，并且愿意效法耶稣，秉持基督的爱为人洗脚。同工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彼此洗脚，使你的圣名得到最大的荣耀。愿我们真诚的敬拜如同馨香的祭献上于你，蒙你悦纳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，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跟三十六到四十二节，我来念。二章一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散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三十六节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，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及其他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当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的上帝所招来的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拨饼祷告祈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邀请张基诗班用诗歌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他们今天要唱的诗歌是台语诗歌《信行记行的行》，请进来。Oh,
这礼拜就是圣灵降临节，也是教会的诞生的日子。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蓝慈慧长老他来跟我们分享圣灵降临。蓝长老他是寿山中会汉民教会的长老，他也是总会平安基金会的董事以及传福会董事。我们这时候将时间来交给蓝长老。陈医长以及咱中基病院医护人员同工，兄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啊，真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啊，我受到咱中基的邀请，佮予我有机会佮咱大家分享，啊，也伫遮佮咱大家三个敬拜上帝。啊，这个是咱佮一片阿头三个来祈祷。至圣听堂的天父上帝，感謝你有滿滿的慈愛，在你的保守引帶的面，今早起中基病院大家兄弟做伙在這敬拜你，願你的聖神充滿在會中，開啟阮大人的心，對你真理的話語來曉悟明白，讓阮的心心靈得到勇壯，活出基督的香味，來榮光上帝，利益眾人。安尼恳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今仔日我就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圣经的话来甲咱分享圣神降临这个题目。伫2013年，我第一次来到伫咱中基。受到咱的院长吼，前任郭院长的邀请，而且有为着我的子女的病痛，因为上帝佫对伊拯救伊的活命，予伊对死佫活，而且来做见证。今仔日呢，我犹原要佫再一遍来为主做见证，因为咱的主嘛通过。咱的天父上帝，予伊安怎对死啊啦，搁活，所以伊着找圣神降临伫咱中间，甲咱伫地。吼，这着是我今仔日要甲咱家己来分享，来见证主。这个题目通讲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，毋过呢，又搁予济济人真羡慕，意爱要得到圣神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第一节，甲咱讲五旬节到啊。那是伫旧约内面的五旬节，称作七七节，也是收割节。收割完成了后的节日，所以袂通做工，得爱安歇休困。这是记载伫埃及记34章的20到23节，虽然种作收割未通搁再工作，需要休困就是后来伫搬过节了后的第50天，就来庆祝的五旬节。那是今仔日咱所看到新约的五旬节，就是圣神降临的节日。伫新约的五旬节，就是圣神降临的节日，是伫耶稣上天了后的节日。圣神伫迄日就来灌压伫门徒学生因的心中，所以圣神迄个时阵就是充满伫使徒耶稣的学生的心中。伫《使徒行传》的20章嘛有记载。保罗伊毋茫会通参加即个庆典，所以伫《哥林多前书》的16章的第8节嘛有记载，保罗就伫以弗所来过即个节期，即个五旬节。有真侪人羡慕要被圣神充满，到底遮人有了解圣神无？
在现今的宗教信仰认为灵魂的时代，就是爱去追求圣神充满。两位兄弟姊妹，恁认为是安尼吗？若是安尼的趋势，敢有带来咱现今这个世代的帮助吗？近来啊，在咱台湾甚至全球、全世界拢发生什么代志？咱即阵拢挂口罩嘛，吼，咱有发生啊呐，疫情、病毒的即个感染，佮拄着啥？有啥物款的战争？俄乌，吼，俄乌的战争，即个病毒疫情嘛，一直在提高、提升，人的心惊吓，无平安。人之间必须爱有距离，吼，爱有隔离，甚至咱的工作爱哪分流，是毋是安尼？尽量毋通有群聚，若是安尼，就会乎疫情搁较愈严重，因为人甲人之间会来互相小话来传染，所以咱就必须爱分散，爱工作，爱分流。现在全球的处境，究竟咱人类在这个世代做了什么代志？因为兄弟姊妹，咱是不是会通知影类似这款的情形有记载的？咱的圣经的什么所在，就亲像安尼，需要伫地上来分散嘞？就是伫。咱的创世纪的十一章的一十到九节，还有记载一座什么城，一座什么塔，需要上帝把因分散伫全地，亲像即阵咱的疫情共款，咱人拢爱分散，爱隔离，就是咱人类咧起造巴别塔的时，来重建家己即。彰显家己的名，所以耶和华降临，变乱因的口音，而且予因搁分散伫全地，予因的言语袂通安那三通，就安尼耶和华上帝将因分散。现在咱的疫情，敢毋是也亲像安尼吗？所以有真侪的问题来产生。在这些问题产生的进程，咱拢会为着这个罪案，伫遐来敲锤、来走撞、来七八八早就起来安那排队来安那来买这个罪案。即马阁为着快筛剂嘛是同款安尼，就好亲像伫咱心中的一个偶像的时，咱会去追星，对无？足侪人诶安尼咧排队咧追星安尼。这个让我看起一个现象，这个人为什么会去买这个嘴暗跟这个快筛剂，是为着什么？为着要顾全生命嘛，吼，若是受到感染，就会为着，所以是为着顾全生命。那安尼咱的灵命咧，那是会通亲像安尼，遮侪人来追求、来敲锤咱的宗教信仰的时，敢毋是真好吗？因为这是关系着、顾全着，毋忙咱的灵命、灵魂永远活。这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耶稣交代学生的一个大使命传福音，也是对咱每一个基督徒啊传福音的使命。圣神降临，因为现在咱有了解圣神偌济咧。耶稣呼召学生来跟随伊的时，伊迄个时阵，学生甲耶稣因有大约三年半久的时间甲耶稣做伙，总是学生犹原未明白耶稣所欲讲上帝国福音真理的奥妙。所以耶稣常常就用譬喻来甲因解说，来甲因讲，
而且主佫对因讲，将来有一天，恁会明白我所讲的话。那安尼，咱今仔日所在的圣神是甚款的上帝？咱所敬拜的上帝，就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神这三位位格是同一同体。所以上帝就是圣父，也是圣子，也是圣神。是哪讲上帝是圣父呢？是哪讲上帝是圣子呢？是哪讲上帝是圣神呢？上帝伊本身把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看去子就看去父，吼，伊遮咱有了解吼。过来圣神呢，是因为主有主的神。就是圣神甲咱的主地的，所以这三个位格是同一同体，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。那安尼，今仔日咱讲到圣神降临，所以上帝就是圣神。这个好亲像听来，但好亲像感觉足抽象啊，无法度人明白。但是我用一个譬如。具体一个来甲咱讲，咱就会搁较清楚。就是咱本身有三种的角色，咱本身有三种的角色，就是咱出世的时，咱真侪囝儿的角色。后来咧结婚的时阵，咱会真侪丈夫的角色，或是妇人人的角色。过来咧，咱爱养育囝儿，咱就真侪父母的角色。那安尼三个角色，敢毋是共一个你？安尼听有吼？咱的上帝三个位格，就共一个上帝。安尼听有啊吼？啊，所以我真简单用安尼，互咱来了解。啊，这个圣神是主救父来赏赐互咱的，这是伫约翰福音的14:15-17。的记载，主耶稣有讲，我要求父来赏赐予恁，就是保惠师，予伊会通永远甲恁同在，甲恁徛起。这就是真理的神，就是圣神。那是保惠师的希腊文的意思，就是帮助者、安慰者。所以圣神又搁要予咱来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这话是耶稣还未上天的之前，就甲学生所讲的话。然后耶稣对四个话有显现予学生看，所以耶稣也捌伫要死的之前吩咐学生，爱伊伫伊搁话了后来往加利利去。伊迄个时阵，因为犹大就出卖耶稣，所以有11个学生就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呢，伫遐耶稣伫遐要来宣布，就是予学生知影讲，恁着传福音，福音有即个大使命。这嘛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的28就记载，这是。耶稣要交代学生传福音的使命，讲恁着去招万百姓做我的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奉父敬圣神的名，甲因行洗礼。而且耶稣足清楚甲咱讲，讲奉父敬圣神的名甲因洗礼。而且咱是毋是会阁足清楚，有这三个位格是共一个上帝？所以是安尼，就会予咱搁较清楚三位一体的上帝，爱学生去招万百姓来做伊的学生，而且奉父子圣神来甲因行洗礼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12:1-4，讲到五旬节到啊，拄则我有讲过，
就是圣神降临的日子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那安尼圣神怎样降临呢？有甚物款的现象？伫一节到四节都足清楚地甲咱讲。即期到了，门徒拢聚集伫一所在。圣神有甚物款的现象？伫今仔日，咱会当对遮来看去。第二节遐甲咱讲，忽然对天有声音落来，咱知影伫天里是富强真真悬的所在，有声音落来到伫地面上，可见这个声音是非常的大声。那安尼，伫咱一般的人，伫啥物时阵会听到对天降落来的声音呢？我想想，伫细汉的时阵，咱拄到落雨天，啊是雷公四那时，啊啦，咱会听到啊啦，打雷的声音，对无？咱会真惊，然后耳孔阁黄落来。咱认为听到是这种声，吼，迄安尼咱就足惊的，安尼圣神突然对天降落来，学生听到会安怎？哦，咱。家己去想想，过来，唔单单对天安尼声音落来，佫亲像一阵风在安那在吹，所以圣神的现象就亲像风，所以迄个风就充满伫因所坐的规厝间的厝，而且佫有一个现象，就是亲像迄个嘴子，迄个。舌头安尼，亲像火焰来显现出来。唔知咱捌看过马戏团无？吼，我伫细汉的时阵，有去看马戏团，迄个演技足好诶，拢会有一把火，点毛豆，对拿喉安尼啊啦，把火安那撑落去，佮飞起来，咱来甲收。迄、那个火，讲亲像火焰对咱的嘴子安那显现出来，佮分开伫达人的头壳顶，就是伫门徒的头壳顶，安尼因就受圣神的充满。迄个时阵，学生受着圣神的充满，就按照圣神所想事的口才来讲出达国。的语言，所以伫遮并毋是咱所想象看到的特会迄种的方言哦，伫遮是咧讲各国的乡口、各国的言语。所以圣神降临的现象有即几款的现象，亲像风、亲像烈火，有真大的声来降落伫地面上。咱知影。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的第八节，遐有讲到圣神亲像风，风伊会随着家己的意思来吹，对对吹来，往哪里去，咱拢唔知影，总是有听起声音。圣神亲像安尼，那安尼这个风，伫希腊文加希伯来文的中间。这个字就是甲圣神，这个字是共一个字。虽然风咱看袂到，毋过若有微微啊的风吹来，咱就感受会到，表示圣神也是咱感受会到，只是咱看袂到。所以咱来甲想风，咱看袂到，毋过感受会到，总是上帝创造这个宇宙，感。打微微啊风尔，有大风，有小风，阁有台风，阁有安那龙卷风。好，现时那是风。咱知影讲，咱台湾捌拄到一个足强烈的一个台风，就是塞洛马台风，有无？哦，迄那甲人安那去个风，甲伊卷起哩。哇！人佮对顶面摔落来，就亲像龙卷风安尼的时阵是会死去。那安尼圣神亲像安尼的时阵，
咱人是承受不起的，所以咱真爱追求圣神充满。所以啊，伫灵魂运动的时，有侪侪人去憔悴、去追求，来讲方言，用嘴子来发出声音，啊，哪里哪里，安尼来啰啰叫，来予咱，予甲人讲，这就是方言。啊，毋过都听袂清楚啊，听袂明白啊，所以伫遮毋是即款的方言哦，是讲达国的语言哦。因为安那，迄个时阵，都是有敬虔的犹太人，倒转来哩耶路撒冷来过节，所以圣神降临伫使徒的心中，就是讲出达国的乡口、达国的言语。那安尼，咱搁来想，圣神若亲像烈火的时，有一句安那讲，讲头毛唔通安那。气火，一气的安那，就倒去啊，就烧去啊。所以圣神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咱犹原同款承受袂起。所以我有当时啊去达所在来证道、来见证同福音的时，有真侪人兄弟姊妹，当我讲得了以后，就甲我问讲：我到底有圣神充满无？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有信心充满无？啊，佮问我讲，我敢会讲方言吗？我实实在在甲伊回答，我毋敢讲我有信心充满，伊上帝是圣的，是袂得无办的，免得我干犯着信心。所以我甲伊讲，我毋敢讲我有信心充满，总是我知影。上帝甲咱伫底，甲咱每一位伫底，甲你我拢伫底，我就安尼甲伊回答。啊，若方言咧，我讲我嘛实实在在甲伊讲，我袂晓讲方言，我呾会晓实实在在甲上帝的真理来为主来做见证，来予人明白上帝的真理。只有安尼。咱若实实在在诚实，圣神就要甲咱伫底。所以耶稣对世界话了后，伊有显现予学生看，因就想起主的话，甲因讲的话，所以彼得就伫五旬节来讲论，开始传福音，来为主做见证。啥物款的见证？伊讲，伊甲众人讲。这个耶稣上帝已经予伊搁活，所以三十六节安尼讲，全以色列家就较实在。这个耶稣上帝已经设立伊做主、做基督，就是恁将伊定伫十字架顶的这位耶稣。哦，三十七节遐，众人听到怎样？听到这话，心内呐？扎心，在咱的白话里讲是刺插心，刺插着因的心，就对彼得甲其他的使徒甲伊问，讲阮着怎样行？所以三十八节也足清楚，彼得讲，恁达人着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，予恁的罪来得着赦免。得爱安尼，才会通领受所想所想事的圣神。所以圣神充满，毋是遐尼容易的。所以咱继续来看四十节遐，彼得讲，还佫用尽所有侪侪的话来做见证，来宽免因。伊讲，恁着救家己来脱离这个顽曲的世代，脱离这个邪的世代。欸一些为甚物爱救家己脱离迄个罪恶的世代呢？敢毋是上帝要救咱吗？哦，你遮还安尼讲，讲恁着救家己。哇！咱咧读册中间哦，老师拢会甲咱讲哦，讲咱若要得到帮助的时阵吼，拢会讲啥？天助自助，
所以咱的彼得就讲哦，你得救家己，来脱离邪的世代，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。这个世代有啥物弯曲？有啊，充满不公不义、佮罪孽的世代。所以你只会通知影彼得，表示彼得已经勇敢好胆来见证主的福音。伊当时已经将灵魂永远活永生的路来指示予世间人。所以伫四十节遐，彼得伊就用尽所有的见证来宽免因要行的路，要救家己脱离迄个邪的世代。迄个邪就是邪恶的世代。伫白话字是安尼讲，伫咱遮个圣经节的即个类似的汉语的，即是讲弯曲的世代、邪的世代。第四十一节遐对安尼，遮个人着接受、领受彼得因所讲的话的人，拢受洗咧。迄天大约有三千人来信主。即三千人是毋是圣灵充满？是毋是？是，敢是圣灵充满？伊讲即三千人听了后心安那？擦心咧，擦心哦，吼，擦心哦。所以因是受感化、受感动、信主的。那是彼得甲其他遮的使徒、遮的学生，遮是受圣神充满。安尼到遮，咱是毋是足清楚圣神的充满，毋是遐尼容易得悔改来归向上帝？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主真理活命的话，通过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予咱明白圣神降临伫学生的心中，是要予因讲出各国的乡口，予因会通国主主的真理，予众人会通明白着怎样来行，而且阁是来为主做见证。见证主怎样对死搁活的见证，既然听的人明白的人晓悟的人，就要得到救。所以犯罪就要得到赦免，信靠耶稣基督就要得到救。因为兄弟姊妹，咱过去检采，咱有去参加着各种的特会，毋知咱捌去看到遮的现象无？欢手祈祷着圣神充满。请问，咱的耶稣是圣神充满的人，伊敢有亲像即种现象？无。伊来到世间是有使命的。那安尼，学生明白主的话了后，嘛是有使命的。那安尼。咱去参加特会的时阵，予人欢手祈祷，着圣神充满。那安尼，因的使命伫倒位？所以伫遮，予咱搁一遍搁清楚，圣神降临伫学生门徒的心中，是要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，予人来归向上帝，负起主所交托因的使命，传福音。照现在教会的建立，所以圣神充满、圣神运行，毋是任何人会通执行，予人圣神充满的迄人的心中。拄则我有讲过，伫约翰福音书十四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，是主求父来赏赐予咱的。咱若听主，佮遵守伊的命令。圣神就要甲咱滴滴，圣神是清气的，是圣洁的，那是邪神是污的、垃圾的。咱的心内那是充满污的，圣神是袂无办法通充满伫迄中间。最后，愿咱大家踮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通互上帝欢喜感恩。三个来祈祷。
至圣的天父，你是独一真的主上帝，为着要拯救人类的罪，耶稣基督牺牲死在十字架顶来赎回阮。你予伊对死搁活，显明你奇妙的作为。感谢你的慈爱佮怜悯。今仔日通过圣经主你真理的话，予我明白圣神降临是主的主权，是主救父来赏赐予阮。圣神降临是要叫世人来归向上帝，佮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既然听主佮守伊命令，就圣神要佮阮同徛起，佮阮伫地。愿主也施乐恩惠，赐福将其病院伫陈院长领导下面，透过医疗救人的工作，扩传主的福音，造福人群，荣光上帝。安尼恳求祈祷，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接著我們來邀請院長報告，今天由賴建文副院長來報告。